今早你来道别，我拿了点东西给你。这一盒是刘婆婆做的点心，留着路上充饥。这一盒是驱风散，若某人头痛症发作，记得叫他服用。女儿代爹，谢谢阿娘。不用你代，我是为你的安全着想。此去兰陵万分凶险，注意安全，去吧。这去往兰陵一路凶险，爹为何不让我们同去？斩杀玄武一事，温氏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再说了，如果我们两个都去了，烟花雾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江叔叔和师姐顺水路而下，不过数日，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这温氏竟然如此心狠手辣，平阳姚氏这等小门族跟他们素无冤仇，竟也要赶尽杀绝，实在可恶。温氏如此残忍，毫无人性，我们又不是第一天知道，只是他连姚氏这种小门宗都下手，恐怕是为日后在仙门中掀起更大的血雨腥风。江城，我们眼下应该好好筹划一下，如果温氏要来找莲花坞的麻烦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如何应对？来多少温氏恶犬，我就杀他多少。父亲，您怎么了？有血样的下落了吗？回父亲，孩儿已派人四处搜查，皆无消息。薛阳此人行为乖张，四处为祸，恐怕早已丧命于他人之手。父亲，您怎么了？叫我们起来，我要施针。您不是让人派他姐弟俩去夷陵了吗？要叫回来吗？发现那只玄武已经死了。死了？屠戮玄武
是当年薛崇害的上古神物，就这么死了？是，想必是魏无羡和蓝忘机联手将他击杀。不过孩儿发现，那玄武的心脏有封印纹，定是有物将那畜生封印于此，所以之前我们才没有发现过。镇压之物呢？不见了。不见了。能镇压屠戮玄武百年之物，定非凡品。找出来。是。不过父亲，云梦那边您还考虑其他世家吗？你想杀便杀吧。是。